棒，喝了很健康。我不干净了，他会爆啊！不录了，就这样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大家平时看我吃东西的感觉，觉得我吃东西都特别好吃，都说我特别适合做一个美食博主，于是，当，周深的第一次吃播开始录制。Round one， 这整个都特别有仪式感，有叉子，有刀，有勺，还有牙线，这感觉是一期就是挑战一些赫赫有名的美食。那我就先吃一个我以前喝过的吧。应该是那个蛇草水，对不对？喝过这个，我觉得还好吧。我开始了，虽然喝过，但是还是有点紧张。对不起，我还是小瞧了它，因为我记得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奇怪，但你在喝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就像是晾凉了的之后的汗水，这形容很奇怪，但真的很像。这个就是像这，哎呦，我眼泪都出来了。喝的这个就特别像加了很多水的豆汁儿，就是那种酸酸的、怪怪的味道还是在。你不要看它，就是一点颜色都没有，晶莹剔透。它浓很，它很重，它味道很浓。啊，我为什么一直在流眼泪？反正就是，我觉得值得一尝试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之前喝的时候是在当地买的。所以就是有气，气很足，就可能没有那么的婀娜的味道。总之，我觉得我形容很正确。下一个 round two， 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的是黑蒜，因为之前有个视频都特别的，大家我相信你也看过，特别好吃，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视频。我现在作为有指甲的人，我可以的。哦，不录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可以的。为什么？我大概知道他们是拿来干嘛的了。哦。我要不要先试试其他的？不是哦，它打开又很冲，而且不是新鲜蒜的那种冲味，它有点煤气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煤气。所以我建议大家过年的时候不要吃这个，因为它有点煤气，煤气，煤气。过年要讨吉利嘛。好，开始吃了。它都浓缩了，朋友们。啊！但我觉得是甜的耶。我人生当中特别好奇两件事，一是蹦极，二是黑蒜。我觉得应该还好吧，应该。男子汉就要吃下一百颗。我是男子汉。我开始喽。如何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吃下去？其实它又有点像黑糖，他没有骗人，真的会。现在不仅流眼泪，都不吃吃，它有点像芥末，就你刚吃进去，好像觉得还好，但你嚼着嚼着，它就会有一股很刺激的味道，像芥末一样，然后冲着你的喉咙奔去，然后冲着你的喉咙奔去之后，因为鼻子跟喉咙，就鼻子跟我们嘴巴后面是相通的，它就开始向你的鼻子冲去，所以你就开始控制不住的想。我相信我这些我会发给我工作室所有的朋友们，当他们今天的年终奖。存活。哦，不行，我的味道太重了，我去刷个牙。太重了，就是它会呛到你嗓子的那种冲。是个好办法，我试一下了。蛇草水真的没有那么难喝了，
等一下，现在我的嘴里用舌草的水的那个酸味和它的臭味，我现在整个嘴巴就酸臭了。杨洋来喂你，不要过来啊。他真的是冲的，不行了，吃点甜。 Round three， 挑战一个糖。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糖会进入我们今天的美食测评当中，它为什么会这样？它什么糖？它很有名吗？哦，闻起来甜甜的，挺好吃的。那我觉得这个糖应该没事，应该安全度过。跟我咬的有什么区别？它是咬的烂的吗？它是咬的烂，可以吞吗？你确定可以吞？这跟吃蜡烛有什么区别？这跟吃蜡烛有什么区别？嗯，这个真的很友好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特别友好。他们突然说：“你礼貌吗？”这还好，这就难嚼了一点呢，没什么味道。如果你很喜欢嚼辣，谁会喜欢嚼辣？我会推荐你这款糖。下一个 ，Round four， 我看到了鼎鼎有名的。这个放后面吧，我觉得它应该很厉害。这是什么？汤圆。汤圆应该跟它一样吧，就口感会怪怪的，但是也没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我有指甲，朋友们。我开一下吧，对不起。哦，太腻了吧，这个。万事之前先喝口汤。可以喝吧？可以喝，可以。嗯。可以，它是黄的，朋友们，你们看得见吗？就你看得到它上面飘的油光吗？那我还要喝这汤吗？喝一口试试啊。它不是怪味，它就是甜。我刚才那口，我像感觉吃了蜜蜂们刚刚采完的蜜的那么甜，巨甜，特别甜。哇、哦，它里面全是糖吗？我开吃咯，我开始咯。你是目前最好吃的。太甜了。舌草水随着我吃下的另外一道美食，它都在变味道。太甜了，它没有怪味，它就是太甜。不可，我不可，非常不可。说实话，这个的确是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很多。就是我以为我今天看那个视频，就可能多少会有点夸张的成分，没有。看他动了一下就吓了一跳。他没有，他很诚实。然后他真的也是，就是他没气的时候味道更奇怪，有气还稍微好一点点，气很足的时候稍微好一点点。这个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不算黑暗美食里面，因为他今天打出的嗝很奇怪。他除了嚼感像嚼蜡一样，其他没有任何的槽点。他就是太甜了，就是。为什么就那么甜，很可怕。我觉得不要，甜的我都齁了。这些后面都会给工作人员吃掉的，大家放心，我们不会浪费粮食。此处为什么要深吸一口气？因为只下一个。有这么吓人吗？救命啊！太可怕，人类永远不可以靠近的东西。